阿燕，如果有一天我陨落，转世重生，你还会认得他吗？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找到你。在下天玄宗掌教真人九方叶离，斗胆求见魔尊。李珠，李珠觉醒了。你到底在计划些什么？为何连我都瞒着？凡兄，你太放肆了。小灵儿，你想怎么对付魔尊？人家想去看热闹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本尊没听清楚，过来，坐在本尊身边，一句一句说给本尊听。告辞。哼，为何阿离对我这般抗拒？宗中荣有什么了不起？本尊也可以。师尊，您怀里那只魔兽给我好不好呀？不行，这是我的。陛下，晴空红如狂暴不止。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暗世神，我太公与你无功在天，就在这里同进一次。等我回来，就照我们说好的，一起去若星海造一处洞府，悠闲自在，地久天长。一拜天地，